好，这一架就是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的专机，就在今天傍晚落地抵达台湾了。因为2024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在这个月4号到7号登场，也将会有科技业9名霸主齐聚台北，包含辉达执行长黄仁勋、AI 晶片大厂超微执行长苏姿峰等等。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主打 AI 晶片，这几名科技领袖都会受邀演讲。Intel 执行长季辛格则是安排在4号上午。根据了解，这次大约会有1500家的厂商参展，共有4500个摊位。除了 AI 之外，机器人、未来移动、前瞻通讯以及 VR 等等，也都是展场的大焦点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